国庆期间国际上也有一些事情在发生。10月1号欧盟峰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在见面的时候行的是叫小熊猫式礼，再加上中国的双手合十碰壁击肘。所以现在这个新冠疫情之下，大家见个面不是很容易，见面的礼节也一定要掌握。感谢您的收看，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